的情感，一个俱乐部 Skin Club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到我们 Skin Club 喽。Skin Club 呢，就是我们的 CSR 的开箱网站，它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箱子，你可以在里面抽到 CSR 各种不一样的皮肤造型，比如说你可以用开箱，或者是这个 battle， 甚至是升级，都有机会获得这些造型的。你也不用担心我们 Skin Club 的安全性，因为它呢有赞助许许多多这个 CSR 的职业队，像它最近呢也有赞助了这个我们的知名的小蜜蜂，这绝对是公平公正的网站。初始的时候输入我的代码，那代码会放在我的资讯栏里面啊，你打上我的代码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优惠。最后我们还有这个一个小活动，就是每个月呢我们会抽出一个幸运的朋友，那我会给他一个 CSR Skin，那是随机的，好吧？获得方法呢，就是订阅、追踪，然后留言我们 Skin Club 的影片，这样就有抽奖的资格。我在每个月会抽出一位幸运朋友，给他这个 Skin Club 的 Skin。那大家踊跃参加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开始抽箱 ，Go！ 继续抽这个三块钱箱，希望可以出刀啊！好久没有出刀了。或者是手套，喂，喂，我是希望我们可以一个月抽两位啦，但是我怕我的库存里面的东西不够，所以这个可能要再讨论一下，好吧？目前先抽一位，希望可以加码，加妈妈妈妈，加妈妈妈妈。再来，哎呦，有料吗？哇，还行啊，终于不是我亏钱，20块还可以哦，赚了20块，把昨天亏的小赚回来，然后亢奋野兽啊，再来。啊，没了，没戏。它还有很多箱子，我们再找看看别的。它其实也有这个 CS 外观的箱子，只是说内容物好像不太一样，就是。我来抽一个，点都点开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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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在旁边而已耶，感觉还行哦。抽一个，来！我靠！小亏，再找看有没有别的。40块的是什么？看一眼。哦，加油！40块，抽个87块吧。我靠，超硬超硬超硬，开这个40块的真的很硬，哎，还是来 battle 好了，感觉只有 battle 我有机会。靠，这220哎，看拼一把吧，完啦，感觉会输哎。好，真的还假的？不会他们又给我逆风翻盘吧？哈！我靠！我赢了！哈哈哈！我靠！我哈！真的还假的啊？
血虐，各种刀子呢。靠，我按错了，我想我爸爸以为22块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进来再看，完了220，我想说完全要白给，幸好还重点是还赢啊！我想是干稳输局啊，怎么可能赢啊？趁胜追击，嘿嘿。嘿嘿，哈，不会吧？为什么是要88？吐了我！这把为什么可以这么贵？那把 Make Ten 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它可以这么贵啊 ？Battle 比这个抽箱子感觉有好玩一点点啊，毕竟玩法比较不一样嘛，而且是大小比输赢的。我觉得 Battle 也不错玩，长得很单挑。有哦，血虐局，哈哈，啊，14块赢12块，这个就有点小亏。背头尽量找3个人的，2个人的比较难，就是得逃你啊，就是你比较难回本。但是你找人少人比较多的3个人以上，几乎都有机会。哇，我刚赢的是这1、2、3、4、5。哦，没有，这是我原本的，是在物品库里面的，太爽啦！刚刚那一把，那简直是宝甲卡洞出货哎！现在就是升级环节哦，你可以把你抽到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。Go！ 我自己是喜欢挑60%以上，感觉比较好中，但也只是感觉，毕竟我也输过60%。通常你可以升个2到3级就好了，因为 我最近很常60%也输，有小赢回来一点，那就赚了。不要太上，不要太那个，得失心太重。像我这次再赢一次，我就会收手了。来，Ball tonight。太神啦、啊！贴纸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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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有喽！这时候就可以收手了。我们就不要贪，我从20块赢到70块，等于翻了快4倍了，3倍多了，够了。OK， 以上就是我们的 Skin Club。那大家记得参加这个留言、订阅、按赞，好不好？这样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。那我有空的时候呢，就会抽出一个兵友，然后就会把这个 skin 给他。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了，大家拜拜。不同的情感，一个俱乐部 Skin Club。